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近年来 CBA 联赛名气越来越大，男篮运动员们大部分身材高大，帅气而又多金，挑选女朋友的眼光自然也高，但有一种人却是他们不能碰的，球员不能碰的就是球队的啦啦队女队员们，这是 CBA 公司明令禁止的，这应该是担心影响联赛形象而颁布的规定。 NBA 也有类似的规定，现在球员们的对象多种多样，像周琦老婆是空姐，郭艾伦女朋友是模特，赵继伟女友是演员，难道就因为他们长得够美吗？颜值高是一个原因，但还是另外两个因素，一个是身高匹配度，男篮运动员一般身高都在1.9米左右，不少还达到了2米，因此他们的对象至少得是1.7米以上的高个女生，不然画面不和谐。而空姐和模特是有身高要求的职业，刚好比较符合球员们的择偶标准。另一个则是球员们因为比赛缘故，社交场合相对较少，反而因为出行或商演等，与空姐、模特、女演员等接触的会更多一些，成为情侣的机会自然也就更大些。此外，女篮和女排运动员也是男篮球员脱单的一大福地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